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您锁定观点会客室，我是主持人陈伟。在英文的世界里面，含水会结冻的牛津字典2019年的代表字给了谁？给了 Climate Emergency， 也就是气候紧急。气候紧急呢，已经取代了气候变迁、全球暖化，升级成全球热化。而事实上，亚马逊的大火现在仍在持续的燃烧，而且比去年同期的相比暴增了将近90%的面积这么大。近几日呢，加州的野火不停的燃烧，而它上方的整片天空都被染成橘红色了，宛如炼狱一般。所谓的难民也不再是战争后的产物，而正如同世界银行所估计的，到了2050年，全球可能会产生1.4亿名气候难民。对，不是战争，而是也可以说是另外一场所谓无国界战争，那就是气候紧急。台湾其实也是重灾区。绿色和平组织的研究指出说，全球暖化下，台湾遇到海平面上升加成台风来的暴潮的冲击，有可能会水淹，在30年后2050年的时候，水淹5000个台北小巨蛋那么广的区域，包含了台北盆地中的总统府、立法院等政府机关。确实，肺炎疫情已经让人疲于奔命了，但是如何腾出手来处理气候危机？气候紧急宣言又是什么？做出气候紧急的宣示所代表的又是什么意义？这是今天的会客室里面我们要来请教专家的。今天在电话线上接受我们连线专访的，他是绿色和平组织的气候与能源专案主任张立新。立新你好。哎，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立新，我们首先要来透过绿色和平来国际传真哦。虽然肺炎的疫情盘踞在全世界的各大头条焦点，但是绿色和平传真了来自国际间不止气候变迁，甚至是气候紧急这样的实况，而因应上事实上也是刻不容缓的。其实世界现在还有几个地方都正在野火燎原当中。我首先想要请您先谈一谈，就是2020年的暖化对各国所造成的具体的冲击，现在有哪些地方正在上演？就像您说的，其实今年疫情的影响下，暖化还是没有趋缓的这个现象。是，那我们想要先从今年疫情开始谈起。其实今年在全球隔离措施的实行下，是有短暂的这个碳排放的减少的。是，不过喜马拉雅看到了它的山，我们看到它的山峰，因为空污变少了。没错没错，就是有一些生态复苏的消息传出来。不过其实疫情还是造成了许多的环境破坏，像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废弃的口罩到处都是啊，然后还有因为疫情的关系，因为隔离的措施也让很多环境监测的工作因此停摆，像是巴西亚马逊雨林，就是现在有很多盗砍森林的现象就变得越来越严重。是，那气候紧急的情形当然也没有因为疫情而停止，我们今年可以从各种极端气候事件就切身可以感受到。那从比较遥远的像是北极融冰，还有南极在今年2月也测到破纪录的高温，高达20度的这个高温、不可思议。南极是，对对对，大家一般想象是很冰天雪地的地方，其实也受到了这个炎热的气温影响。是的，那再来就是到我们现在夏天到现在都是还在持续燃烧的巴西跟加州的野火，都是一些警讯哦。那到台湾这边呢，其实我们今年因为太平洋高压的异常笼罩，所以我们今年7月也是突破了这个历史新高温。那我们大家尤其是在都市的人应该都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得到。那再来就是生态相关的破坏，像是大规模的珊瑚白化，因为这个海水升温所造成的珊瑚白化现象，这些都是气候紧急带来的一些警讯。
绿色和平的研究报告指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就是台湾在2050年，如果在我们未来30年都不积极做减缓暖化、减碳的作为的话，我们当时如果遇到了台风，加成就是海平面全球都正在上升这样的情况，我们有可能台湾的土地会遭水淹。高那个面积达到了5000个台北小巨蛋这么多，我能不能请立新为我们来谈一谈您和平绿色和平组织的这一份全球暖化下台湾海平面上升和暴潮冲击分析的这份报告？这份研究报告呢是以那个美国的气候研究组织 Climate Central 的公开资料，那我们透过模型推估和台湾的这个地图去做结合，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人口、土地面积还有建筑物面积等等，我们就六都去进一步分析，因为六都是受到冲击最明显的区域。那在人口方面呢，我们进一步去看在人口密集的地方，新北市是受到冲击最大的城市，高达75万人人口都会受到海平面上升跟风暴潮的冲击。那这代表什么呢？其实在不积极减碳情境下，海平面上升跟风暴潮对城市一定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威胁。那新北市由于它人口密集的关系，那未来它就必须要去加强在防灾的策略，尤其是新北市要如何保障弱势族群不会受到严重的冲击。然后呢，在土地还有建筑物面积方面呢，则是在那个西南沿海的台南市，它所受到的影响最大，有大约是400平方公里的面积会受到影响。那这部分呢，就代表说台南市在未来都市规划甚至是国土规划的时候，都更要注意气候变迁所带来的冲击。是我想进一步的请教，这一份的这个分析报告是在一个情境，就是2050年不积极减碳的情境之下，这句话我觉得很重要。我想先请教立新的是说，以我们过去10年的作为，算是不积极减碳还是积极？过去10年的作为，这边我想要先补充一下这个研究报告的背景资讯哦。好的，好的。其实那个 Climate Central 这个研究组织呢，他们所采用的模型其实有4个。减碳的情境，那一般气候科学家在推估未来的气候趋势的时候，也会去采取这样子不同的情境考量，因为全球的碳排放的趋势是会改变的，它是变动的，所以他们有不同的情境的选择。那在我们这份报告之下呢，就是采用最不积极减碳的那一个情境，也就是未来温室气体还是会照着现在的成长趋势，到2050年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什么样子的冲击。模型里面也有相对积极的情境，那这部分呢其实就是去考量说，全球的减碳策略如果都能够积极的有野心的定出目标，然后具体的落实的话，我们全球的温室气体其实在2050年的时候是有机会达到一个抑制的效果的，那届时我们的所看到的气候冲击就不会像是我们报告里面所说的那么严重。是，我觉得刚刚您点破了一个很关键的，就是说这个所谓不积极减碳的情境，它的定义就是如同现在的成长率。所以没错，换而言之，这个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我们不想要在可预见的30年后的将来碰到了这样子的可怕情境，其实必须现在就做出改变，因为在因为不改变的话，30年后是很有可能碰上这样的情境的。而且也跟立新聊天聊到，就是我们电台有另外一位节目的主持人，其实是大家常常耳熟能详的在谈暖化的老朋友，叫做汪中和教授，中研院的研究员。他其实还特别在最近秀出了绿色和平所做的这个淹水推估，陈伟自己觉得非常担心的是，有推估出来台北盆地包含了我们的政经要塞，也就是总统府和立法院，在2050年如果碰上了就是加成的作用，是有可能被淹没的。是是。
这也是这一次为什么绿色和平在发布这份研究报告之后，其实引起了蛮广大的这个媒体效应，因为我们具体的去点出哪一些民众所熟知的景点会受到冲击，那其实民众只要知道说跟他们日常生活有所相关的话题，那他们也是会有感的。那对这样子气候变迁以前可能会觉得比较遥远的议题，会比较有切身的感受，那会想要知道更多可以去做些什么事情来因应气候紧急的状态。是我们在谈到了这一个议题其实相当的有切身性，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虽然说气候变迁甚至气候紧急这个在国际间最近已经是最火热的话题之一了，但是在台湾它相对还是一个比较属于政治冷门的议题。但是如果您今天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可以直接在绿色和平的官方网站上面，是不是就可以查询到就是我家有没有可能30年后是在这个被淹没的范围里。这部分我补充一下，绿色和平这边有发布了一份这个研究报告，是海平面上升跟爆潮的冲击分析。是的，那关于您刚才提到的互动网站，就是可以民众查询他们家是不是未来30年后会被水淹掉，这部分我们还在进行那个作业当中，不过民众可以期待一下之后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的平台让大家去查询。了解，所以这个其实还正在制作中，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是看得到的，在未来。对，了解。我们现在来谈一谈就是宣示气候紧急宣言这一件事，也是我们在绿色和平的官网上面常常可以看到的预警。在2019年跟2020年其实加州都有发生森林大火，那今年的烧毁的范围相当的大，已经有达到就是1/3的台湾的面积。可是2019年的时候其实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美国总统川普他退出了巴黎气候协议 Paris Agreement。 但是好像这个州政府并没有买单，纽约、旧金山等等的城市，就是人口范围人口相当密集的城市，还是纷纷宣布了气候紧急。我首先想要请教立新主任，是说宣示气候紧急的政府或组织在2020年看来多吗？你刚才提到美国的这个例子其实非常好，因为它是一个蛮鲜明的例子。当美国的中央政府他们决定说不要对于气候变迁采取一些积极的行动的时候，我们反而看到地方层级的政府呢，他们纷纷站出来宣示更积极的减碳承诺啊。那在他们宣示气候紧急之后，其实也有一系列的作为。那我这边想要举那个洛杉矶的城市来作为说明。那他们在2017-18的时候，其实就很有这个气候紧急的这个 sense 就是他们的市长那时候就宣示了气候紧急状态。那在之后呢，他们也提出了要成立这个气候紧急动员办公室，那主要目的呢就是去联系跨局处，就是城市里面跨局处的单位，共同来为气候紧急这件事情去做减碳也好啊，去做冲击的调试也好，就是要整个城市都动起来。那你刚才问到说现在全球宣示气候紧急的政府或组织有多少，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全球是有一个以地方政府为主的这个趋势去宣示气候紧急状态。那目前有超过1700个政府组织还有单位都有做出这样子的宣示。那它所代表的意义呢，其实有蛮多层面的。OK。对，第一个当然就是由地方首长去做出的宣示，是一个蛮明确的政治讯号，让民众、让跨局处、跨层级的政府单位都意识到说，这个地方政府要来正视气候问题，要来提出一系列的解决方案。那再来呢，就是在市政府里面的运作，其实它可以更快去让各局处的人知道说，我们接下来应该要以符合这个联合国永续的这个一些框架去制定出符合
不会让全球升温加速的一些行动。了解。嗯，主要就是您刚才谈到的这两个重大的意义，对不对？嗯。那我们回头来，同样的回到我们所居住的这块宝岛，台湾的各县市政府对于宣示气候紧急有相对应的足够的危机意识和实质作为吗？绿色和平今年就在积极的倡议地方政府还有中央政府都应该要来重视这个气候紧急的问题。那在各县市政府方面呢，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大多的地方政府都是遵循中央政府，也就是温管法、温室气体减量管理办法的这个减碳目标去订定他们地方的减碳目标，所以说是一个相对消极被动的一个态度、哦、所以其实是蛮可惜的。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美国的这个例子，其实只要地方首长有意愿的话，他们是可以提出更积极的目标然后更具体的做法的。那我们现在看到的现况是除了态度消极之外呢，其实他在推动的过程呢也是相对的零散的。因为其实地方政府里面有许多不同负责不同事务的局处单位，那像是环保局可能就是比较常去负责如何减碳啊，然后可能大家比较知道资源回收等等的业务。那像经发局它可能就会比较负责地方政府在发展再生能源的时候，还有甚至它电力的使用等等的盘点，所以它的业务其实蛮分散的。但是当我们讨论到气候紧急议题的时候呢，其实更应该要有一个跨局处这样子的单位哦，去负责协调各个局处应该要负责做什么事情，不然大家可能就是一个多头马车的现象，散兵游泳。嗯，对对对。在这样子的一个实况之下，绿色和平认为应该如何具体的因应？那我刚才提到绿色和平今年积极的倡议地方政府宣示气候紧急，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在人口密集的分布在都会地区的情况下，其实台湾哦有超过70%的温室气体都是来自于城市，所以我们觉得说从地方政府积极的去制定一些减碳作为是可以很有成效的去达成减碳这件事情的。那我刚才最前面有提到说其实疫情的影响啊有带来一些短暂性的减碳，像是工厂停工然后大家在家工作啊，减少了通勤，还有现在都不能出国旅游啊，所以飞机航班很少，都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不过这都是短暂的。是的。那我必须说就是疫情带来的减量，就是碳排放减量是最坏的情况，是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那其实从这件事情呢，我这边想要分享一个故事，是历史上也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哦、那就是在2008年的时候，有一个金融海啸，相信应该有印象。对，可能我那时候还没有，就是那时候还算是国中的时候嘛。哎、对，我有好年轻啊，有点点遥远。不过2008年那个金融海啸，相信大家都还是有印象的。那它也造成了经济大萧条。那时候也一度让全球的这个碳排放减少了一点点，大概是1.3%左右。是，不过呢，这个有点误打误撞哎、欸。对对对，而且其实是最不好的情境啊。那我刚才提到1.3%嘛，那跟我们今年疫情下相比呢，其实我们今年疫情在全球隔离措施最高峰的时候，就是大概3-5月的时候。是的。跟去年同期比起来，碳排放是减少17%，就是蛮惊人的数字。是的。那再回到就是2008年那时候，只减少了1.3%哦。是。可是那时候相对的来说，也是一个
一个怎么说，大家没有看过哦，原来温室气体排放也可以减少的。对，可是很不幸的是，那时候2008年、09到10年，就是经济慢慢开始复苏的时候，工业啊、制造业这些碳，他们的碳排放也有报复性的成长，因为在经济复苏的同时，他们也开始崛起了。所以其实我想要讲的这个故事呢，就是前车之鉴呢、欸。对，是一个前车之鉴。到时候到后疫情时代的时候，反而报复性的回升。对，我们现在有看到一些报复性的出游啊，然后我甚至前几天那个我参加了一个旅游团，然后那个向导说，现在不仅仅是报复性的出游，根本就是攻击性的出游，我觉得蛮好笑的。对，然后我刚才分享这故事，当然就是告诉大家说有这个前车之鉴，不过它很重要的一个故事。应该是说带给我们的启发是为什么经济振兴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去注意不要对环境造成更多的破坏，那就是现在有许多团体都在呼吁的这个绿色振兴，那还有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目标，这个其实是地方政府现在很积极在规划的事情，就是他们想要透过联合国的这个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 去发展他们未来城市的愿景。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框架，让地方政府去参考在未来规划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去做到永续。那我觉得在后疫情的这个时代啊，应该也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把投资放到对环境友善的一些产业，包含了再生能源啊，包含了减碳，像是电动汽机车这些产业，其实都是更应该要适时扶植的。是，这的确就像是有一句俗谚说，不要浪费任何一次危机带来的转机。对，其实您刚刚所谈的就是其中在欧美的社会已经正努力在实践这一句俗谚的具体作为了，就是绿色振兴。对，那我们接下来也会继续倡议地方还有中央政府都应该要宣示气候紧急状态，然后从上到下来加速减碳。我今天非常感谢绿色和平组织的气候与能源专案主任张立新，立新带来的分享，谢谢您，立新。谢谢。我们从今天的节目里面可以理解，已经不是气候变迁，而是气候紧急，已经不再是全球暖化，2020已经叫做全球热化。那么，如果我们不希望在可预见的30年后遭遇到也成为气候难民的其中一员，现在就必须做出改变。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陈伟在这里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我们这一个节目是由台大风险社会中心与我们所共同制播的，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